哈！大家好，我又嚟到咧呢,玩的呢玩个玩博 game 嘅时间啦。咁今日咧就试玩呢个 a u s t r i a 唔知 a 点读？仲未知点读。咁就呢个罗马海港游戏啊，经营罗古罗马码头。咁呢个就系我碼、這个码头啦。咁呢一箱箱货就系资源啦。OK 啊，咁诶呢个标记木，即系话呢啲箱咧系木咁样。咁呢个咧就是、个电脑个箱啦。 咁每一聽開始咧就褪落一格嘅，嚇咁去到最近咧就完 game 啦，或者正常、呃、regular game 裏面咧有三個 end game，有幾有幾個 end 條件嘅，咁试打個做都會提早 end game，咁就盡量攞越多分就好咁樣嘅。咁啊 set up 咗嗰個第二條碎片啦，同埋個起始個船嘅。咁最後個 set up 咧仲有一個就係起個送個免費建築俾你嘅，咁就可以揀呢四個黃色嘅起始啊。 去起嘅咁就有个功能嘅，睇下想起邊個咁我就起依、這個啦。然之後就依個攞依棟樓啦，就擺喺起始度嚇。咁依個建築物就係咧誒，每次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，可以用金幣換呢個 p r l i t 啫。咁就個船行快啲。咁我就開始啦。咁我每次咧揀一個誒、呃、海港區域去 edit 嘅，咁 edit 就會根據船嘅幾多格咧就攞幾多資源嘅。咁我就誒。呃 想起船同埋行啦，咁咧我就呢度啦，拣呢个咁上面有两架船啦，就可以将呢个金啦。然之后拎起晒所有船啦，顺时针咧，每次行一架，放低一个船落去。咁最尾放个船位置就激活嗰个地方行动啦。咁呢个行动就系行船啦。咁我就俾两个 permit 咧，就可以总共行两步嘅啲船。咁我有一个船喺度嘅，咁我就行呢度咯，行呢度一、二啊。 咁就經過呢個位置，咁攞到呢、這個，咁就攞咗兩個金幣啦，同埋有兩個 icon。咁但係冇數裏面呢，呢、呃這個齊 icon 咧會即刻升咗阿 walk 嘅，咁阿 walk 就會影響個 end game 分。咁然之後咧就到呢度啦，咁依度就會攞兩個石頭嘅，石頭就擺邊。好，咁然後呢就，就誒依個開窗行過嚟。 好咁，那然后咧就做完噶啦。咁下一听就呢度行去攞金币先啦，唔理咁多。咁金币有咩用咧？就每三个金币换一个八日资源啦。咁如果起咗建筑物类咧，就会变成每两金币就换一个百资源嘅。呢个 free a c t n 可以无限次执行嘅。咁同埋啲 trading 可以用金币去买资源嘅。咩 direction 咧？就诶、呃、呢度啦。咁揿呢个啦。咁然之后咧就诶攞、呃、三个 permit 啦。 然之後咧就拎起晒去，會經過位咧就停一架船落去。咁最尾停喺呢個起樓位嘅，咁所以咧就會係起樓啦。咁起樓就俾兩個嘅石材啦，就起依、这個起任意一個船經過,过位個位啦。咁得依個啫喺度。咁做即時效果于有，於我定話咁冇啦。咁就之起棟樓落去一個任意位置度，木又唔夠木，乜都唔好咁，我起個先啦。咁、这、依個金幣就可以平啲啦，兩個咪換有資源啦。 然之後咧就我咁啊完結嘅啦，咁我就會係咧誒下降啦，咁要行落嚟啦，咁你想要石啊，譬如 mith 定係乜嘢啦，咁佢一定攞唔到嘅啦。其實食物係需要嘅，金幣又需要，咁攞金幣啦，行過嚟呢邊啦。咁而且咧就會做一個好特別嘅 action 啊，就喺 game 個叫 administration。咁我先撳呢度先，咁攞三個食物啦。咁、这、一個大粒嘅貨係計三嘅大箱。 咁就攞沙食物啦，咁然之後就行過嚟依度。呢依下面出嚟就可以咧，可以任揀咧。依社一場任揀，我做曬除咗 trading 之外，咁做完之後再行再做，咁就有個 extra 香嘅感覺咯。一、二、三、一啦，行嘅，好，咁我俾兩個木啦，起架船出嚟啦。咁呢個船咧就起呢個出邊嘅位嘅，咁就可以 g e e n 將多啲資源啦，同埋行多啲咁嘅樣。咁我就依度咯。 咁呢個 m i n 做完起完船之後呢，咁就再行一個 extra，咁再行過嚟呢度，咁停喺呢度啦。咁做呢個食物嘅。如果个呢個 m i n 咧停喺個 m i n 翻自己兜一圈呢，咁會真係會再 extra t u 嘅。但係好難做到啦。咁呢個真就係 order。咁啲貴族需要食物去供養佢咧。咁可以買幾張得嘅？咁就一日五粒啦，咁就可以買一張嘅啫。咁買嗰啲嘢就可以攞上面嘅嘢嘅。 好嘢、這个，俾四个食物啦，然之后咧就攞个酒啦，呢、这个酒系 N game 翻嚟嘅，之后再攞两个金币啦，然后就做完啦，咁啊下一听啦，咁下一听就攞石材啦，然之后开始啦，咁开始呢、就是，就系诶可以再嚟多次呢个嘅。 要准备行船啊？喂，定行咗依个先呢，哦，增加都可以噶啦。好嚟啦，咁我点呢？咁我要喐呢个啦，咁四粒木啦。然之后咧就开始行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咁停喺 app 度啊。咁所以咧做 app 面啦。咁 app 呢，我就会系做呢、這个比三个木啦。咁呢个大船咧就 repeat re 出架细船嘅。咁我 repeat 嘅细船出咗去呢个位咁啊又。那就有 多線行啦，咁我個大船咧生產資源時會當兩粒嘅，正間會係咁我擺喺度，睇睇兩拖可以嘅，擺佢先啦。然之後依個就 repay 出嚟依度，然之後咧就再行下船去依度，係啦。咁啊就會做個行路嘅，咁行路咧就會行。 两粒就行两步，建议就攞个食物先嘅。好，咁俾两个 permit 啦，咁就可以行呢个一步啦。同埋咧，呢、这个就行攞个食物先。咁就要攞两个食物啦。咁即刻又攞做 order 单。咁呢个咧，攞完原香要补翻张嘅，唔记得做翻啦。 好咁啊！那做完那个襟帽啦，咁然之后咧就诶下听啦，咁落金啦。都记多系谂嘅 game，咁可以做流嘢。咁咧下听就会计嘅，跟住船经过那个 costly，咁我一个啦五分噶啦，咁唔会做三噶，船咁难噶啦。OK，咁我就会系行呢个供养啦，咁但系唔够嘅。 系唔够食物嘅，咁就可以俾依、这个这个啦。咁建议系做噶啦。好依个啦，揿依度，咁啊攞两个 p e r m i t 啦 mit,，咁啊咸选用嘅啲 p e r m i t 然之后咁啊过嚟依度啦，然之后咧依度就会做个食物嘅。咁我就会即刻咧用 fashion 俾两个金咧、um，就换一个 w i t h 啦。然之后就俾诶俾四个嘅 w i t h 啊。 就买个男人，然之后就即刻攞个走啦，再攞个木添。咁然之后咧，因为我见到有、这、诶、个呃、马狮、马仔、狮子、女人、男人啊，咁一 set 呢，咁我摆开佢啦。咁啊，一齐嘅，咁就会加个 award 嘅，呢、这个就单模式先有嘅嘢嚟嘅。 咁我做完噶啦，咁下听，咁下听我就行落嚟啦。咁我谂定去攞乜嘢噶啦，即系攞 w 定攞木咯。二就攞木嘅，行呢度。咁一结算啦，咁我得一架船系过嗰个 cross line，所以就摆度。咁啊五分。好，咁然之后开始我听啦。咁就呢度就有三粒木，其实想起嘢嘅。好嚟啦，咁我拣呢度啦。咁呢度就一二三四。 咁啊，四架船啊，計埋個大船就會係攞咗四粒，攞翻啲食物先。然之後開始行啦。咁每次每經個地方咧，就會係放一個嘅。咁我就會係咁行啦，嘟嘟嘟啦。咁到呢度啦，咁到呢度咧就會做個 administration 啦。咁我就會做起樓啦。咁喺度俾三個嘅石啦，就起一個喺。 頭先經過嗰 E 度，係 E 度，擺六，咁就係 N game 效果就有一 set，呢個 icon 有四分嘅，咁我先坐一 set，再有四分。咁起個羅馬競技場喺個樓度啊，咁我擺喺度啦。咁起完依、这個，咁然之後就依個下一步，咁啊 admin 會再下一步嘅，咁就做埋依個行路啦。咁行路咧，我就會俾兩粒 p e r m i t 先啦。 咁咪两米再行两步嘅，一、呃、二、一，诶，咁我就要行呢度先咯。诶、呃，一啦、啊，二啦、啊，咁样行嘅。咁经过呢度，所以攞呢个啦。咁有兩個、啊这个这个、两个金币即刻攞到嘅，我劲多金币啊！然之后呢个再经过埋呢度，咁又攞到呢个，又攞两金币 然之後再攞兩個食物啦。我都係正經第一次完整的玩單模式好像很，好似好順咁樣，唔知係咪真？哎，呢、这個漏咗，做完咗但又唔見得布。咁、嗯、啊，行完晒啦，咁然之後就完噶啦。咁就誒下鄉啦。咁下鄉呢，就會係誒呢個恨誒攞木咯。咁啊，想攞。 走啊！咁兩個人搞掂，想攞多三個都難啊！不過好咁啊，撳呢度啦，咁我就撳呢度一二三四五粒船，再加個建築器，以後生產咧加石啦，再攞六粒石啦，之後呢，去行晒所有船啦，每經一格呢，就擺低架船。咁到咗呢、這個誒、呃、order action 啦，咁我哋俾食物去請人嘅，咁我哋就請個攞木噶啦。 争一个走嚟啦，屙烟噶啦，咁就俾五个食物啦，咁就攞走呢、這个，咁咧就再俾多两个嘅石头咧，就可以攞到个酒。咁我求咧系做到呢一个系两个十分嘅，咁然之后咧就攞两个木啦，因为呢个贵族送嘅摆至面前，咁就开翻张 好咁啊，完噶啦，咁啊买一张啫，唔够食物买多一张，咁啊完香噶啦，咁完香又褪啦，咁今次褪翻过嚟啦，定系傻咩？咁呢度啦，咁就呢度攞四个金啦，然之后就行啦，嘟嘟嘟嘟，咁停喺度嘅，咁我系唔够食物嘅，咁但系我谂住用金嚟换噶啦，咁我要个男人咧就要五个，啱啱好咁贵嘅，咁我迟啲先嘅，咁我。 换买个四嘅啦，一二三四，买个四嘅啦，呢、這个啦。咁我就争诶、呃，我争三个食物嘅，依一个嘛。咁所以我就俾六个，一二三，诶系咪啊？每一两个一个嘛。咁我争三个，三二六系咯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咁啊换到三个，再加一个，咁啊请到呢个女女。 咁啊，攞个酒啦，同埋攞个木嘅。咁其实可以再请嘅，不过就唔系好想啊。咁啊就诶完结噶啦。咁啊开张先。好，咁然后呢，就诶做完噶啦。咁啊下张啦。咁要攞钱定系攞咩啦？咁其实就可以攞依边。其实呢、這个要升要、這個。 啊，work 个位其实认真，一起船一起咩嘅啫，想起船嘅其实，所以就去依边嘅，就系向依边啦，点解去变翻起个船啦？点都好，唔系可以攞依个嘅，冇计啦，攞依个啦，算啦，依、這个啦，去依度啦，攞依个啦，个船都唔 Q 起啊！ 好，然后咧就诶呢度三步，一一二三可以起楼，可以嘅。嚟啦，咁、嗯、我拣呢、這个啦，咁呢个一二三四啦，四个啦，所以生产力四就生四个 build me 啦，就开始行啦。咁我摆低呢度啦，就嘟嘟啦，吓，咁我就会系。 撳個船啦，咁船咧，誒咪起樓啦，咁起樓我俾四粒嘅石啦，起依、這個，咁就起喺依度啦，到咗依度，咁呢個可以起個新嘅建築啦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咦，可以起兩架船喎，其實。 咁呢度先啦，咁起咗呢、這个，咁然之后就完啦。咁下枪，咁我落去呢度攞两个金币啦。开始，咁我就行呢度啦，一二三四，好行呢、這个，咁啊攞木先，一二三四五啦。加个加要啱啱起咗嘅，所以加到肉都攞六个木啦。然之后开始行啦。 嗯，咁我就行呢度啦，嘟嘟嘟嘟,嘟啦，咁就企咗一个 m n i a t 度，咁我就起船嘅想，起船呢，就起两架啦，咁就系八木嘅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七八啦，咦，可以起多架、啊，咁起多架啦，啱啱好啦，哇，劲多，起多架。 你都五架，所以起三架船啊！直接，系咁我拣起呢度啦。咁呢度咧就起完呢度之后咧就行呢个三步啦，一、二、三啊，有啲乱啊，死啦！因为咧你喺起完船咧个步咧会打乱自己啊。咁样拣起船咧船咧系会极乱。咁然之后咧就做呢、這个诶，咁啊呢度啦攞张卡啦，唯有冇办法，攞张卡就买张四噶啦，冇四啊喂！ 咁冇计哦，照攞啦，依张啦。咁我四四如八，俾八个金币啦，三四五六七八一铺清袋，三四五六七八就变等于攞四个依、這个咁，攞翻支酒啦，然之后攞翻两个金币啦，咁就完噶啦。咁啊，下一张啦，咁下一张就会去依度啦。咁啊，攞个啊 work 嘅，啊 work 冇乜点升过大佬。 点搞有象咁咯？又系好嚟啦。咁我就会系咁样啦，揿呢、这个攞两个矿加个，即系攞三个矿啦。即系行过嚟啦，做入面啦。咁做入面咧就可以拣起楼嘅。咁但系啲船就未到。咁我就再请呢、这个啦，一系请呢个啦，请呢、这个、个先啦。咁我俾五个。 即系呢个三六，即系找翻一，即系俾两个石啦。要 1, 呢个俾三找一啦，咁就咧，诶可以攞两个酒嘅。咦，攞晒走咯，攞晒咧就系 n game 嘅，系咯 n game 嘅咯，极速 n game 可以攞 n game 咯。然之后咧就再攞两个呢个书卷啦，咁一储到一 set 啦。 咁所以咧就呢度有 set icon 啦，咁样，所以咧就會係可以吞一格 r e w a r k 嘅，咁然之後咧就、呃、可以買多張嘅，因咪走係有分嘅，錢就冇分嘅，所以就買多張啦，俾五個食物啦，然之後再俾兩個 permit 啦。 扯埋呢個，咁再攞兩個酒啦，同埋兩個石嘅。咁呢酒冇攞啦，咁呢個時候 call e n 呢啲酒就會喺度攞嘅，另外攞。嘅。咁就攞晒啦，咁就完 game 噶啦。啱啱揸马砌唔到 set，咁咧就攞晒咧，即系攞晒啲酒啲 t o 呢。咧？咁就完 game 嘅。咁完 game 就計分啦。咁計分咧好簡單嘅啫，就跟翻要換嘅啫。 咁咧就要每一個樓嘅 I 港七分啦，咁就係依度嘅，咁我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，四啦，再加出邊有嘅位嘅，呢啲有機會有嘅，咁冇啦，冇起到啦，所以四啦，所以咧四七二十八啦。喂，我計咗幾長先？船啦、啊，咁船又係七分一價啦，一二三四五啦，再加出邊有冇啊？冇啦，咁就係五七三五啦。 然之後咧就係嗰個九分啦，咁五分一個啦，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十乘五，即係五十分啦。啊，咁依個咧就係話 N g a 咧每一組嘅 icon 四分啦。咁我就呢度一組啦，然之後有兩組啦，兩組嘅，咁兩組就加八分。每一 set 本身基本每一 set icon 咧都係會有十二分嘅。 所以咧，我依度有誒兩聲嘛，所以就會加多廿四分嘅，基本分嚟。然之後終點就冇去過啦，攞唔到啦。即係仲有冇啲建築係有份冇啦。然之後就誒，咁、呃、咧呢、这個單人模式咧都有依個嘅，依、这個加漏咗。咁呢度咧就有兩個做晒啦，即係十分加五，即係加十五分啦。然之後提早 N game 啦，有四十分啦。 咁所以咧，依度係十五再加四十啊。咁一再加埋一百六十，再加一四十，即係二百分啦。咁二百分就睇個表咧，就係、是、依個啦。e m p e r e advisor 係啊，帝國嘅顧問員。咁就係你個名咧係 has been well known by the empire 嘅，係 become indispensable，無法取代。w h n y o u t h e p o s p e r i t y of a u s t r a the empire numbers one。 第一第一海港啊，呢、这個海港第一，呢、这個羅馬第一海港啊。咁 expected to p a y an active role as one of the talents aims 啊。咁啊就係預計咧會成一個誒、呃、主要角色啊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充滿才能嘅一個幫手啊，咁樣樣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啦。咁呢個目標咧其實係要攞到嘅話，我係攞唔到啊，目標一攞二百七十分啊，超難。咁一定要做到去攞呢啲準咧。 咁就會係成得多啲，咁但係咧，因為即係見到我玩得都一開始開頭好順啊，唔知講好似點解，咁咧就令到好快 c o l n 攞走攞 c a l l 其實唔想啊，唔係我計劃之內咧，攞攞下呢，啲 action 咁啱咧，就變咗係咁攞咗卡啦，然之後有好多金幣啦，係咁攞到啲卡咧就搞到好早 c o l n 你就唔想，咁唔知佢情不敵咩，個感覺唔係太舒服呢、这個位係，即係突然間 c a l l e n d 咗。 即係玩唔晒曬，冚冇就完咁樣樣，係啊，咁就咁咯。咁我玩嗰個機就都雖然呢啲機都係舊啦，即係都係咁樣執嘢呢去轉圈擺擺擺見蓋誒。咁、啊、但係呢就因為個壓量啦、啊，咁同埋個玩法呢，合埋嚟呢都幾有趣嘅。咁都比想象中誒用少爐啊。咁啊點樣 p a n 遠啲呢去？ 撳嗰個面咁樣，咁但係呢個互動位就要再試啦。個互動位得多人模式互動位就係爭出面呢啲啦。咁就係你鬥快行呢啲放嘅建築物呢。咁大家後手放呢起呢，就會即係俾對家攞金啦，同埋搶中間呢啲位。咁嚟鬥快喺度啦，因為佢終點呢，行先係會攞到一分嘅，行後呢個成會少啲嘅，就係、是、咁咯。咁嗰、那個、呃 同埋中面有,有個安娜卡咧，就誒單顏色冇，單顏模式冇嘅，咁就係會係咧誒搶啲任務嘅，咁每張卡係十二分，咁就係做 trading 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做到上面嘅條件啊，譬如要攞四個走啦，咁你俾四個金就可以攞十二分，咁又係鬥快搶咯，咁呢個可能、那個嗰、那個、呃、互動咧仲高喎，呢個添。 咁就依、这個因為個 trading 咧，我先見到玩信順咧，個 trading 係唔會想撳嘅。咁你而家就逼咗咧，你撳 trading 咧先可以攞咗 on 卡咁個位應該都幾有趣。咁期待再試個多多人模式啊，啦。嗰陣先玩咧就係、是，不過最大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咁我睇完烏市同埋玩一次咧，發覺個起船 action 咧，因為你一起咧會搞亂咗個順序個數量咧就會。 好亂啦，你就好想回首啦，咁而且你回首就好難回到咁樣樣咯。咁呢個位就少略少、呃、想投訴近平嘅。咁而誒、呃那個 theme 咧嗰、那個、呃、感覺咧，呢、这個位反而唔會話感覺得好似個海港咯。咁呢個就爭好似鬥快撐龍船鬥快，又唔係去到好似話想做嗰邊唔係感覺好貼咯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咁樣。 咁啊，咁今日咧就個玩嘅影片去到啦，咁玩咗個单人模式都好快完一個 game 嚟嘅。誒之後試玩多人模式之後咧，咁如果試玩我覺得 OK 咧，咁會再出個 review 片介紹下，綜合下個多人玩係咪都係咁樣樣，有冇改變個感覺啊？咁、嗯、啊，今日影片去到啦，咁啊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